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。张蕊，29岁，陕西汉中人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张蕊，来自陕西汉中，今年29岁，很高兴来到这个平台，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我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谢谢。欢迎你，张蕊。哎，您今天这是什么打扮啊？你不懂了，这是汉服。哎，你怎么看出来是汉服的？我个时髦，这是这个汉服，飘逸的汉服。这个在西安城里边有很多人穿这个，对吧？但是它上面是牛仔的上衣，你是怎么看判断？我觉得他今天是个应聘的场合，所以说上面，哎，穿的稍微半正式，半来，我们给段东一点掌声啊！真的是资深人力专家。耶！你是每天日常生活会穿汉服吗？不会。日常生活中我是不会穿的，但是我家里有上百件。上百件？你有自己做的吗？我自己想的，然后找的裁缝帮我做的。真不错哈，现在的年轻人，我倒是挺希望他们把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展示出来，毕竟是中国的年轻人，青年一代嘛，对吧？